本次比赛由嘉兴秀阳桌球俱乐部主办，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冠军奖金30万，总奖金近144万元。2022至2023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超越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嘉兴前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镇宏胶边、冰甲球杆、野豹台球杆、奥斯本兹球杆、 LP 球杆、 Furry 威力球杆、奥秘球杆、三国球杆、皮尔利球杆、李斯球杆、波茨杆、贡巧克粉、互益灯具、 TP 巧克粉、摩顿地毯、企鹅直播、虎牙直播、小麦皮头、胜利者沙发、一球设计、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蹭个够商城、赛克斯巧克粉、施博台球杆盒、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90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浙江嘉兴站的比赛现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冠亚军决赛。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 IHPA 的国际级裁判张月秋入场。担任记录裁判员的是李亚帆、张娜。下面让我们以更加热烈的掌声请出本场比赛的两名选手，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刘俊岩，同样热烈的掌声请出另一名选手，他就是来自中国吉林的楚秉杰。现在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刘俊岩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浙江嘉兴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清勇。我们的甲级分站赛也是进行到了决赛的阶段，比赛限时200分钟，抢19局。画面左边的刘俊岩对阵画面右边的楚秉杰。比赛开始，第一局刘俊岩开球。好，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局，刘俊岩来自于黑龙江省的球员。中带扎进。选球啊，
右中还不好打，右中不好打，那看看下方底带。10秒，延时。花色，推了一杆啊，没有攻。这球，看看右边中带。十号，同样啊，防一杆，14。准进，好，11再来，看角度合适啊，拿第一杆往右边一横，下方继续9。十号这个位置呢，也可以用右边的12号球底带来去过渡。先调了一杆，看这位置，中杆打进横向弹起，来再看十的角度再调。厚了一点没进，单色反向再来看一下这红三啊，中带打进，这个位置的左上还是有难度的，黄野。够准，再看白球力量，中单有打有点薄啊，这球下方可以去顶一下十这边，
再打进，好，那这个点的话就是四号球的一个左中了。这球最好是能用点低杆轻打进啊，让白球不要往上走太多，这样左门中带才有一个翻中。拼那杆底带很准啊，但是还是没 K 出来，再打这位置还是要翻带。左上有运气球，好，推一步回来啊，二八同带。局出兵结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楚秉杰开球。没有扎进，选球，两边的中带，10秒。左下还有，10秒，延时。
还是直啊，继续底杆上库往上走。那这位置呢，看看白球。也在考虑去借力，因为左边这颗的底带是被挡住的。看看四，再留一个中单向上叫红三左上角的一个角度。继续啊，在这个位置高杆的带点左塞才能叫到左边的位置，打五右下角。这个位置底带是有的啊，并没有完全挡住。再来推弹起啊，五八同带。薄了，这个位置花侧右边可以首先先打一杆，把这两颗贴在一块的球打活，先做一杆斯诺克。接球，有运气球，而且有黑八位，这球啊，第二局刘俊言胜，比分1-1，谢谢。第三局，刘俊言开球。两边的中带位置炸的还是稍微有点高啊，在这个中带的上沿没有扎进。
没传进啊，漏机会了。这个位置看想法啊，底带中带打中带，这顺势可以把石往上顶一顶，石再撞一下二，十秒，延时。左上直接红三有把握啊，小低杆横向弹起，再看黄一。这个时候用右边中带看看想法，二传四也是行的啊，较直一传。然后再下来，后面七号呢，左下是将够的，应该，左中会更开放一些啊，左中带会更好打。好，再来。还在看这个七啊，前面给到过镜头，七是将够下的啊，七打左中是更开放一些啊，这个球其实带口有些时候要变化一下。还是觉得角度不好，那中带先传，看看角度，十秒推顶，好，刚好顶开，那这时候就可以看刚才看了半天的七号点进，那小低杆一缩，右边六号向上，向上就直接可以叫左上方的底带，二号过渡黑八，薄的有点多。但是力量够轻，刚好晃带脚进了。啊，再来六，直接低杆啊，奔着九号左边缩上去。还是打的角度上没控制好。哎，再来调。力量太大，再推两库，十秒，十四，延时，
再来。啊，看这九号中间的角度。点过来，好，准度十一。能高杆打进，横向的在黑八的下方过来，那么十五左下角，角度合适呢，留一个十二向上，打十二一 K 十，这样上方还有十三接应，不打了，十秒，防守，嗯，又拼了一杆，但是左边没 K 出效果来。十一号球贴库，没有打进，薄接力啊，中带第三局刘俊言胜，比分二比一，谢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楚秉杰开球，没有扎进。
中的还有啊，这个位置第二往回一缩，后面再看看九，红三这边也是可以接力中带的，或者上方的底带啊，甚至于说右边中带，这九都可以调，十四、十五左下没问题。延时。K 八的左边底带是不好打，右边也不好打。中间看机会啊，找合适的角度可以去处理一下，把黑八带一带，或者是后面我们来看一眼，把这十五打掉之后呢，黑八的左边中带是可以的。先来低杆，左边十四，继续带一点低杆横向的蹬弹过来，角度有点大了，力量太轻了。再看这位置，有低杆撞到对方球，缝隙之间，还有的打。比分3-1，谢谢。第五局，刘俊岩开球。中带炸进。轻推进，好，两边中带啊，王一红三，红三交出一点点向下角度呢，推下来六的右下角，然后打进六往右边走，上方二下方五，后面看黑八，
角度有点大，看白球推顶力量怎么样。再来，这中带有的话还可以考虑一杆 K 球啊，中带不好打。好，底带减速第一杆轻搓，然后再推过去，直接一杆准度。第五局，刘俊衍胜，比分4-1，开球清台，谢谢。第六局，楚秉杰开球。两边中带都有球进啊，这盘选球好选。黑八这边是没有的。左上，然后低杆一横一顶15，右边中带。再来，顶过来，右上，留点点角度啊，左边的这个七，不要较直，留点角度刚好可以白球往右下方走，叫黄一，然后一八同带可以。中提杆，右下王蹬下来，再来，中提杆左边蹬两库，一八同带。楚秉杰胜，比分2-4，开球清台，谢谢。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
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第七局，刘俊彦开球。有球炸进。选球，下方七，这杆球打的厚的有点多，漏球了。角度，稍稍有些过啊。那这个位置有 K， 再来，还需要准度过关啊！左上方黄衣走两库，再来啊，中带有了。这球这六角度还有点大，不太好停。这个位置就可以考虑一下，用低杆把这个五的右边十三往下轻轻顶一顶。没刮到。没刮到，中带还有，看这位置啊，中带应该还差不多。平灵杆底带厚了一点点啊，
先看十，借一杆没挡住，应该啊，左上来看看，有打的话就漏机会了。再来，左边推两库，中带黑八，第七局楚炳杰胜，比分3-4。谢谢。第八局，楚炳杰开球。中带扎进。选颜色的话，右边有花色的袋口，12号。有伤再来啊，小低杆。再看左边中带的角度，扣直往前轻轻一推啊，下方的15就可以去调了。中带再来，
八局出并结胜，比分4-4，开球宣台。第九局，刘俊彦开球。右上左上单色跟花色都非常好选，推得非常准。再来，14的两边底带都是有的啊。这个9还角度稍微有点大，中带这个点位呢也可以先打掉，用低杆呢往回一缩，下方9推单起来之后呢，14再向上，14向上的时候就可以去调15的左下跟11的中带，这是一个较双位的位置。绕出来，那这样的话15可以打了，然后呢下方14向上，14呢从左边可以走两库，两边中带叫一颗，留一个向上角度反向再一打。好，先上去看这位置啊，还是14，不算太直啊，这两个球左边角度还有点大，
右边再看啊，能否再去减速的让白球往下走的距离小一点，不好停就从下方再吃库向上。来看这白球，好，带右塞低杆钻缝隙上去，第九局出并皆胜，比分5-4，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注重打感，选奥斯本兹。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振宏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感，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振宏。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楚秉杰开球。
中袋打进，右上推过去，红三左边中袋，角度中弹应该是有点直啊，看这位置，左上没有问题。第十局楚炳杰胜，比分6-4，快球进台。第十一局，刘俊彦开球。10秒，延时。看左上，2号打进，中低杆弹起，右边有6。10秒，
这个位置要看下方的中袋了，还有左下黄衣。十秒，五、四，推下弹起，中袋还有，正常四七上去六，六下来之后呢，来看看六号的一个白球交位啊。然后黑八后面你不太想去 K， 黑八就左上角的交位，左上和右上。右上再来，再来中袋，这红三应该是向下的角度，白球啊，不好停，推顶九。第一局刘俊言胜，比分5-6，开局金牌，谢谢。第十二局，楚秉杰开球。右下方底带扎进，这个位置，花色。右上左上，
右边 K 球啊，白球。犯规。啊，差了一点点啊。白球吊带。自由球。带了一下没带开，这球力量有点轻啊，来看下方失误。右上，差了一点点，没有打进。这个点位中单还有的保。再来，中带。第十二局，刘俊延胜，比分6-6。吉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
第十三局，刘俊彦开球。再看刘俊彦，单色左上，花色看右下。中带打进，再来左边一推，右下。7-6，谢谢。第十四局，楚秉杰开球。
有球扎进。左上再来，再推一点右塞，中带看角度，稍微的有点大，不好停啊。这杆球要看想法。再弹起，那这种位置的话就支持 K 球了。再推准进没有问题啊，14，角度向上啊，在低杆直接往上走。中带看角度啊，中杆蹬下来，右边继续。力量稍稍有些过头，右下角再包。7-7，开球清台，谢谢。
第十五局，刘俊彦开球。一 K， 这个位置上方打五，右边继续可以带一点点右塞高杆两库去兜一下花色的球跟四这个位置，想简化就可以再 K 一下。薄了一点点，借力中的也没有。拿跳杆了，十秒，延时。厚了一点点，这个白球位置十号往上推，十三，十三下来，看看两边位置啊，十二的右下角可以过渡的。稍厚了一点点啊，力量够轻，
有没有过这个位置啊？过了之后呢，右下可以打，然后争取把十五叫直，然后一点，十一这边左门中带了。十五局出并结胜，比分8-7，谢谢。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第十六局，楚秉杰开球。左上，啊，薄进。再走。有没有点轻啊？这个位置，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稍稍的用一些减速的右塞低杆轻打，应该是可以打得进的。右下方，再来，黄一。够准。好，上方四号啊，直接横抬低杆就可以了。
再来左下角，底杆往回缩一点点。出兵结胜，比分9-7，开球清台，谢谢。第17局，刘俊彦开球。白球位置啊，白球上去，再来左下，
对的。第十七局注定决胜，比分10-7，谢谢。第十八局，楚秉杰开球。有球扎进。白球有些靠下，这白球位置。低杆一顶一 K， 再来。这单色应该还有两边啊，都有的打。一勾，一勾，啊，这球，看看左上跟右上啊，右上要是左上还是有的啊，右上要是单打看不到的话，就要去传了，左上还稍微有些难度，这晃移。传进，好，这个位置的黄衣会更好打一些。刚才的反角虽然看左上够啊，其实打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再来。下方看一下63，
左下底带啊，白球右边可以蹬两库，看这白球位置，右边可以考虑直接低杆，那这中间有个十四啊，这个低杆往回拉的这个线路上找的非常准，不然你推的时候就要往左边多推一点，打薄一些。对，你力量大的话，因为目标球在带口，打厚点是很容易吸库的。决胜，比分11-7，开球新台，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小麦皮头轻松上手，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九局，刘运言开球。犯规。有球炸线啊，但是这个白球运气不好，开球掉带了。先后自由球，右边再来，十一，这球还是有一些向上的角度啊，并不是一个直线球。中带继续，再走，再走。还有没有点轻啊？左下，扫一杆，好，右上再来，够直就直接低杆，十号中带。左下再来，薄了一点点，右上继续，准进没问题。
左边再来啊，中低杆上去，第十九局刘俊衍胜，比分8-11，谢谢。第二十局，楚秉杰开球。上方过线进。中低杆下来啊，下方中杆一顶，十一向上。中带还能推啊，一顶六，左边中带。
20局出并捷胜，比分12-8，看球星牌，谢谢。第21局，刘俊彦开球。红三，低杆轻搓啊。好，左上再来啊，右塞低杆弹库下来，两边中带75。中带再来啊，继续左塞低杆上方吃库下来，白球过14，没问题啊。右下方再来看啊，这个位置中带有，左下有，好底带。角度有比较大的话，那要低杆轻轻一顶黑八。这球还打得稍薄了一点，力量够轻，反向中带。第21局，刘俊彦胜，比分9-12，开球清牌，谢谢。
第二十二局，楚秉杰开球。看选颜色啊，上方两边都非常好选，右上单色，左上花色。寺庙，岩石。比赛时间已过半。再来啊，上方，右塞高杆两库啊，然后可以叫到左下方的十五教职。右边下方的十三一打，再往上走，处理十二跟九，十二的左边中带也有。中带再来，小低杆一横，右下局，楚秉杰胜，比分十三比九，开球清台，谢谢。第二十三局，刘俊彦开球。中外扎进。
中袋左边，薄进一 K， 白球右下方不好打了，现在单侧的话漆很薄啊。薄球，厚了，一 K， 十五还有的打。左边看看有没有想法，有想法带低杆，七号这边可以带进。现在这个位置右上的十二都可以打，小低杆下来继续十五。十秒，延时。直接底带。嗯，勾了一杆，看白球奔着十四来了。嗯，这个位置不好啊。左上方还被挡了，十一打不到，十四左上还没有。这球你就算是贴一下十四，你左下方也会漏。十秒，看放白球的位置。四。上去。单侧也不好打。看单侧的这个防守。推防，先看九这边啊。
十秒。打薄，你看看左下十二。十四，中带啊，轻打进右边十一。然后再看看这黑八，因为要用九下来叫黑八的右中，所以确认一下。看左边这个角度啊，向下有的话中杆蹬下来就好了。十四比九，谢谢。第二十四局，出殡节开球。再来左上，看够直吗？低杆右边过来，下方六。
一顶，还有中低杆一打，轻打弹起啊，中带。比分15-9，开球清台，谢谢。第25局，刘俊彦开球。这个位置，二号角度还稍微有点大，中带有点薄。好，推上来，再看这个位置，向上，中高杆登上去啊，上方的两边底带溜下来。轻推弹起，看左上角度啊，低杆下来。再推高杆啊，看角度，可以直接高杆下来最好啊，不然的话用点右塞。第25局，刘俊彦胜，比分10-15，开球清台，谢谢。
第二十六局，楚秉杰开球。犯规，白球犯规了，信号自由。信号自由球。十秒，延时。右上。推上去十五六角度啊比较直，这个位置需要发力了，中杆发力蹬下来，准，再走十四还可以打中低杆，稍带点右塞低杆，那离点杆尾小弧线，中带不好停，上方顶一下顶正啊，下方底带。没顶到，准一杆。比分十一比十五，谢谢。第二十七局，刘俊彦开球。
两边呢这个带口球都有点薄啊，右边跟左边上方的花色。左上单色，右上花色，啊，两颗带口球。十秒，延时。六，在底杆上去，看看角度，还稍微有点大。轻轻一刮，继续中带。第二十七局，刘轩颜胜，比分12-15，谢谢。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注重打感，选奥斯本兹。
镇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红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红。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28局，楚秉杰开球。选颜色，左上，底带再来，
够不到可以加杆啊。继续啊，向上叫黑八左下够，哎，可以直接用低杆往上走，中杆蹬边库都 OK 啊。出兵结胜，比分16-12，开球清台，谢谢。第29局，刘俊彦开球。选球，花色，15中段也没有被挡，后面可以交位。你打一顶，好看这个点啊，这个点位的话，打下方的12号可以推两库。中高杆的右塞啊，右上方两库，争取过半台啊，中间过来，再走，再走，还是不太好啊，这个位置，左下方看不到，就只能是薄左边中带了。10秒，延时。强行的用右塞呢去减速上库下来啊，但是，太轻了。10秒，
这白球不太好处理，有延时。十秒，延时。黄衣准进啊，这球很关键的一颗。二号左上，或者看看五号的右边啊。打进没问题啊，好，继续，红三，看角度，中低杆左边上去，中带，这个位置还不太好，强行的蹬出来中高杆的左塞吧，再绕三库，左边中带上方第三库弹起，右下黑八。刘俊延胜，比分13-16。第30局，朱秉杰开球。选球，
底台再来。这个位置叫的角度还有点大，那用低杆要从左边走两脚出来，上方调中单。嗯，看看角度，角度有点大，右塞高杆啊，把这个二号叫直点一点，黑八底带。比分14-16。江一球设计，我们专注于台球俱乐部设计。十多年的时间内，仅1500家案例告诉我们，价值在于深耕行业需求，开拓创新，引领一个行业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对球房环境升级的最大的体现。一球设计，创造价值。第31局，刘俊言开球。看左上，没有。选球是没问题的，左上右中。中台再来，再看14啊。右边有机会可以 K 一点低杆，这球应该 K 的效果不好。
再来，右边中高杆发力，犯规，犯规了。自由球。再来，左中一打，上方四红三下来，教职往右边下方推，二号衔接黄一，再往下六。二号一杆准度啊，中低杆弹起，黄一下来，刘俊言胜，比分15-16，谢谢。第32局，楚秉杰开球。有球扎进，这个白球的位置红三稍稍有点难啊，这球
下方还需要准度。薄了，右下角，好，横台地杆看白球，那么这个位置的话，看看想法，打包边白球帮进，轻轻打，很薄，弹起来做斯诺克，但这球六这边还应该能看得到，左上角够打。跳球跳进右边中袋六号，再准一杆，角度大呢，可以走两库过来啊。没有问题，中袋。出兵结胜，谢谢，比分17-15。第33局，刘俊岩开球。下方有球进。
10秒，延时。左上打进，再来中带，看齐啊，这个二白球借力，有上方三四中带，这些包括调到二再下来都是没问题的。不过六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六，不 K 球右边中带，那叫特别好，很直推到右边黑八左边带扣啊，叫特别好的一个很精确的白球位置。太厚了，那么花色，这球还有些跳啊，有一点点静电在里面。先看十四啊，十秒，延时。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你低一点能调十一，不太低，横向弹起呢，也可以叫上方最上的一颗。蹭到二号十一。推下来，右中是没有问题的啊。再来看看左下十五，
奇妙。看这杆白球，小低杆轻轻一点，好顶开角度。那么高杆可以从底库和右边往上走，就要上方花侧的左上。再来，再看这杆啊，推弹的话走一库就正常中低杆推下来就好了，左下角。左下。3局出兵决胜，比分18-15。谢谢。一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34局，楚秉杰开球。没有炸进。十秒，延时。上方打进，再来，中带。中带有，右上角都有点大，
这二号横向推过来，黄衣也可以打左下，再走，没问题啊。中杆往前一打，七教直往上一推，六低杆下来。右边看角度，好，低杆下来，下来没问题啊，中带还有。第34局，刘俊言胜，比分16-18，谢谢。第37局，刘俊言开球。看左上，不行。球贴库，10秒，延时。右下有，右中有，过渡下方底带没问题，
中间十五这个点要稍稍的注意一下。再来，这里要看看这个白球想法，打九就是先来叫这个十五。再来看底带这个位置啊，你杆法低一点，从黑八上方走，中高杆蹬下来，从黑八下方走。观众手机调下静音。在我们甲级分站赛结束之后呢，明天开始啊，继续上午的十点，我们浙江嘉兴站的超级分站赛马上开打了。还是明天上午的十点。省光灯关。这是前面的中带的失误啊，刘俊岩的。恭喜楚炳杰获得我们浙江嘉兴站甲级分站赛的冠军。那么刘俊岩很遗憾获得了亚军。两位球员的比赛和表现今天都是非常的好。比赛经过总共的691场的奋战啊，到后面终于甲级分站赛落下了完美的一幕。明天上午继续十点，我们的超级分站赛开始。明天见各位。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全部的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进行到的是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浙江嘉兴站的颁奖仪式，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感谢各位。